这个是日本的那个珍珠，全部都是海水的。这个是一个金珠，原价20000多，这一款已经断货了，订货要一个月从日本调回来。然后这一个是1999热门款18K 的，然后这个是18K 1599，它那个珠子就会比较小一点点。这个是一个线的啊，线的款，原价比较贵，然后199就是周年庆搞活动啊。这一款也是18K， 哦，这两款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这个珊瑚的折后399，天然的啊。这些，这个是纯银的，就是那个耳钉是银的，然后800多。这个是14K， 就是900多。这个项链纯银700多。珊瑚啊。日本的海水珍珠，这个是戒指，一个199。是啊，个人，我哋全部大部分。大部分你哋系多啊。这一款是一个日本的珍珠，一共有50粒，每一粒价值400块钱哈。啊，然后单独买的话，这样一颗3A 级顶级珍珠要800多块钱，所以说这一串是超级的划算，折后10000多块钱，配个这种小钻石啊，好好看的。买单，好漂亮啊这一套，它的证书。今天买了这4颗金珠。然后这4粒是红珊瑚，但是就只有4条，被我全买了。这边全是证书，还在对单。